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阿虎。PS 星际线大战第三话，我们要开始啦。我们现在是在第二话结束改造状态，改造清单的里面。现在的资金是20000块，现金都还是不能改造啦。对，然后零件的部分也没有。啊，就这样继续开始吧。第三话是那个光子力研究所，所以没有意外的话，这一关就是马金达 Zeto 的登场啦。果然。然后沙亚卡假鹅，好，两只，应该是不难对付啦。对啊，哦，很快，也不错哦，就等敌人过来吧。哎，有洞，再等一会儿看看，还是不动。看他们会不会过来？果然呐，援军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了。哦，木兰号也出来了，两个打那么多个啊！还好啦，主要都是不是说太强的敌人。ルストハリケーン！哦，这支圆盘的血比较多，千足，被打不死吧？OK 啦。哦，木兰号的话，精神都没有，等级一，哇，一武器的部分真的很空虚。但是光子研究所可以增加防御率，我想暂时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害。
질게その程度かよ。不会是魔神，不是马金刚，装甲果然很硬啊。ロケットパンチ。うわあ、やられた。但是没有问题。そんな攻撃が通用すると思ったのか？ミサイル発射！哦，黄衣军赶来了。ロケットパンチ！おお、太棒了！うわあ、この、やったな、てめえ！
復できる。踩点，哦吼，没事没事。好，这个下回合。好，这次应该可以打败了，应该可以打倒那个敌人。
ダメっす。ルストハリケーン、しまった脱出を。没错，打到，要打到，那就浪费了。OK 啦。哦，干了。哦，那强化零件呢？ザ・ウール・ガイザ圆盘，圆盘的话就不太需要担心了。欸，才800而已。落ちろ。那个飞弹回击应该可以把它打爆。好，就剩他最后一只了。好，探索点已经没有了，这就是焦点马金嘎还是你的吧？回收 fire。
ストファイヤ好，结束了第三话。依旧还是蛮轻松的状态啦。对。第三话就到此结束了。那现阶段马金嘎塞克加入之后嘛，然后改造部分应该还不用三万多块，也不能改什么。然后强化零件刚也目前得到了那个 Busta 推进器，增加移动力的啦。这个现阶段应该还不用装。那就先这样子啦，我们第四话再见咯，拜拜。